老乡亲，承蒙大家光临我儿的婚礼，在此呢，老夫敬大家一杯，大家一定要治好喝好呀！ 斩妖附体，不会退散。 道气长存，太上老君御力。 毛山大师啊，果然是法力无边，区区小事，何足挂齿。你这是做甚？没事没事。玄老三，你干嘛？玄老三，你让我叫了啊！玄老三，哎呀，我拿我的镜子，你叫也没有用。玄老三，哎呀，你醒醒！我要拿回我的镜子。哎呀，你醒醒！你醒醒！我的药，我的药，我的药。看见我镜子了吗？啊！呀，玄老三，我梦到了一个天机，不知当不当现了啊？ 千万不要！哎哎，我梦到我成为茅山大师了。哎呦，你说你，天天做同一个梦，你肯定是有病。等我一会儿成为了茅山大师之后，优先帮你诊治。玄老三，你先扶我起来。哎，我腰疼。玄老三，哎，玄老三，你别翻我东西啊！哎哎，我，哼。
哎，玄老三，你给我放下！我都跟你说过多少次，我们茅山功法讲究的是内修心境，外修筋骨。你说你成天弄这些精灵古怪的东西有什么用？哎，我的茅山惊雷通天修为场，玄老三，我跟他拼了！我。你哦，哎呦我的腰，哎呦呦呦呦！你什么时候把右手手套摘了？你的右手没有碰我的通天无敌玄武霹雳寒冰镜吧？来不及了！哎，茅山大会！哎，玄老三，快扶我起来，我要参加茅山大会！哎，玄老三，我碰过你的镜子，它可能随时会失控啊！它失控了！茅山大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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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别走啊！不不不，茅山起来呀，玄老三！你中的这是云玄的玄冰寒气，他不会出什么事儿吧？谋士，这个程度应该只是他的法器失控了。你确定没事吧？大师兄放心，他应该马上就到了。我说的没错吧，大师兄？俺们是亲兄弟，心灵相通。茅山大会马上开始了，赶紧坐好吧。寿福无量，天道有常，如今又是一个甲子之年，我茅山一宗将在今日遴选出一位新的茅山掌门大师。此乃茅山宗阵法之宝元气丹，此丹通天地万物之灵，即阴阳五行之气，历来我本宗掌门所持。云松、云岩、云玄，那就开始吧。完了完了，肯定来不及了，只能靠你了，拜托这次不要失控。风遁，you
力。承让了，二位师弟。孩子恐怕凶多吉少，不应该啊！哎，你看我眼珠子动多快！他全身的经脉都受到侵蚀，医治这是副作用，估计只能看他自己的求生欲了。求生欲？对，求生欲！师傅，大师兄，快救救我！我连茅山的山药都没有下过，我连女孩子的手都没有摸过，我还这么年轻，怎么就可以死了？哎，等等，应该换一种求生欲。师父，大师兄，身为茅山弟子，我吃的苦还不够多，我悟的道还不够深啊，我甚至连一次救山民的机会都没有过，我的责任这么重大，不能就这么死了呀。果然有用。大师兄，二师兄，三师兄，我醒了。你醒了，小师弟。哇！松开！对不起。师父，这是诛骨之毒。诛骨之毒，此毒不是早就绝迹于世了吗？此毒在中原已绝迹几百年，传说一百多年前流传于东瀛，与东瀛的忍术相结合，所以此毒更为阴毒。师兄，哎，啥情况？我们正在竹林练功，左火从山上出溜下来，结果摔晕个球了。我和云轩就把他抬回道观，请师父医治。哎，那 我怎么样？你除了有点脾胃不和、消化不良之外，没有一点事儿。哎，消化不良也不是小问题。行了，师傅，这是哪儿啊？此处是茅山三清观。多谢大师相救。这位乡邻，可否告诉我等，你是如何中的毒？这，哎，说起来惭愧呀，我原本是江湖郎中，偶尔假扮道士，赚点外快。那一日，我来到江州城，走，玉玲玲，大师，这样就可以了。姑娘，令尊这病情甚重，这次施法可耗费了不少修为啊，这费用我好不容易才从江州城逃了出来，我万万没想到我自己也中了毒啊。中了什么毒？竹毒。竹毒。休息休息啊。谢谢道长。你躺下休息。你们几个随为师来。江州一事，为师甚为担忧。师父，弟子愿意前去江州调查真相，救助城内百姓。我也同去。俺也去。
师傅，我也同去的这个心情是特别强烈的，但是考虑到我自身的功法和水平啊，恐怕会给他们几个添麻烦，所以师傅，我决定。好了，为师决定由新任茅山大师带队前往江州。漂亮，师傅，谁是新任的茅山大师啊？你。我。凭什么？师傅，你没搞错吧？云灵吞噬了元气丹，自然是茅山大师。你看，师傅没搞错吧？可是师傅，云灵获得元气丹完全是个意外呀。这世上没有哪一件事是个意外，万事万物自有因果，既然上天选择云灵做茅山大师，自然有他的道理。如今诸蛊之毒极其恶毒，云灵啊，你身为茅山大师，自然责无旁贷。可是师父，我白虎列前，朱雀照现，玄武归元，青龙行天。我已将你们四人元气相连，悲难之时你们也好相互有个照应。云灵，你虽然身怀元气丹，但修为尚浅，万事还得靠你三个师兄照应。你们四位一体，相携相助，一定要助江州百姓度过此劫。是，师父，弟子谨遵师命。哥，你倒是说句话呀。弟子谨遵师命。事不宜迟，你们明早尽快起身吧。云灵，你跟我来。恭送师父。真没想到那个灾难之手居然成了茅山大师。是啊，他的手碰到什么什么就会失控。何止是失控，上一次他练习法诀的时候差点把三千块房顶都给掀了。什么？所以说他就不应该是茅山大师，应该是拆山大师才对。师父，茅山大师。师父，我云灵，你是不是问为师如何驾驭黑气？不是，我是想说，拯救百姓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我怕辜负了你。你看这样行不行？你把茅山大师这个称号给大师兄当，我跟着你再多学几年道法。师父大限将至，以后你的路要靠自己走了。啊？师父，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我命由我，成父有应。你天生黑气，并不代表你的资质低人一等。无极指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万物。黑即是万象之初，亦是万象之和。你始终徘徊于二者之间，心无定数，不知可为。师父，这为师知道，你其实对本宗武功秘籍早就了然于心，只是受制于无可控制的黑气。元气丹凝茅山一宗千年元气，可以持有者，二者合二为一，愈强则倍增，愈弱则反之。你唯有明确信念，方能万象合一，驾驭黑气。这本四象元气心诀，为师就送给你了，好好参悟。希望你此次下山，能助江州百姓度过此劫。上山是为了下山，下山也就是为了上山。
大师兄，身为茅山大师，会不会有很大的压力？会。哎，那我这身着装是不是不太庄重？不会。你好，茅山大师。没事吧，云凌？没事，大师兄，你看，青钢剑。姑娘可是全真的弟子。你们是茅山的弟子？姑娘好眼力，在下都是茅山弟子。这次得知江州有毒物肆虐，特率师兄几人前来为江州的百姓解毒疗伤。刚才若不是姑娘出手及时啊，我早就……你不嫌丢人吗？请问姑娘，你来江州？可是为了这毒蛊一事啊！下山游历途经江州，发现城中有异，便进来查看。那现在城中情况如何？毒蛊已在城中扩散开来，我便协同江中守军为百姓医治。等等，有打斗声！关帝庙。有。是吧？
想取出元气丹的话，可能没有那么容易。不必永恒，我们可以智取。毒蛊还能支持四天，我们必须在此之前拿到元气丹。是是。云轩，查了吧？来吃块冰。云轩，自从茂山大会之后，我都觉得你一直不太对劲儿。咋了？难道你想当那个茂山大师？哼，谁不？谁不想当茅山大师啊？我都不想当呀，我觉得谁当都中。哎呀，你是都中，你啥都中。你说你从小到大你不争不抢，你作为一个当哥的，你在我的人生道路当中你起过一次好的榜样没有？如果你真的想当这个茅山大师，哥倒是有个办法。以后只要没有别人在场，哥就改口叫你茅山大师，中不中？茅山大师。你可真中啊。将军，中毒者已经开始向全城蔓延了。知道了。再这样下去，恐怕三日之内，这江城老百姓都会被这毒物所侵蚀。没错。当务之急就是应该先找到毒源。刘大人，这些中毒的百姓最密集的地方在何处啊？在这城西附近。云烟、云轩，我们去找毒源吧。是，我带士兵与你们同去。辛苦了，刘大人。哎，大师兄，那我呢？你跟青洛姑娘留在这儿，这些病人应该还会反复，这也需要人照顾。身为茅山大师，这样做会不会不太好啊？云岭，小心一点。哎，大师兄，哎，云岭啊，你知道你的看家本领是什么吗？看家？不愧为茅山大师啊！早点回来呀！祠堂中的水井是城中所有水源的汇集处，我想百姓中毒的根源就在里面。这里面的邪气好重，大家小心一点。走。
啊，乖乖乖。哎呀，这孩子哭着闹着要找娘。看着点孩子。你娘现在生病了，要在这儿养伤。你乖乖听婆婆的话，先回家。等你娘伤好了，你们俩就可以见了。嗯，真的吗？真的呀，我干嘛要骗你呢？她刚喝完药，等她喝完那几副药，她就可以回去了。乖，跟婆婆回家。谢谢啊，谢谢啊。姐姐再见。再见。你怎么翻脸比翻书还快啊？哎，我又，我这只手很危险，不能随便碰的。哎，啊，真的。怕疼就直说。你懂药吗？我当然懂了。那你刚刚吃什么气不夺命散？骗你的，我知道。那些伤者随时会伤人，自己小心点。你果然还是关心我的。啊！你抓着我的手的时候什么感觉？下来。怎么了，刘将军？我带三位道长去了城西的祠堂，敌人不知道用了什么妖术，把我们挡在了门外，而且重伤了我的兄弟，所以我只能暂且撤退。你去哪儿？去城西祠堂找师兄他们呀。刘将军，这里交给你了，我们去护卫对方。你们要小心。大师兄，云轩。哎，云轩，你又咋了？我实话告诉你吧，我恨透了你这个亲生哥哥了。你我心灵相通，你受伤我也倒霉。我无论做什么事情你都感知得到，毫无隐私可言。今天我就要亲手结束这份孽缘。云轩，你到底咋回事呀？嘿，中，如果你真的这么狠，你就弄死吧。大师兄，哥，哥，云轩，哥知道你一直想当这个茅山大师，哥也想让你当茅山大师，但是很多事儿都是天意，哥也无能为力啊。这都什么时候了，说这些干嘛呀？从小到大，哥都没给你树立一个好的榜样。哎，行了行了，你别说了。哥知道，一直以来，你都不愿意承认俺是你亲哥。哥今天决定，让你放下这个心结，重归自由。不要，不要，哥，别，别。不要！我错了，我错了。师兄，大师兄，你是谁？你关了我整整20年了。你不记得了吗？爽！你说你身为茅山的首仆，
苦练功法，兢兢业业，拥有元气丹，成为茅山大师，本来就是应该属于你的。哦，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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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属于我们的。就是因为这个废物，这个灾星，把理应属于你的东西拱手让人，值得吗？今天我就帮你除掉他，杀之后快。啊！住手！大师，如果你是我，你应该知道，我勤于练功，严己律人，并不是为了得到任何名号。云灵他是我的师弟，照顾他，保护他，根本不需要任何理由。呸！我最讨厌你这个自欺欺人的样子。你可怜他不过是因为觉得他跟我们很像，都拥有不幸的童年，被父母抛弃。你照顾他，关心他，不过也是因为想要找寻你心里的安慰，弥补你心里的创伤。住口！恼羞成怒了？好啊，我给你个机会，你就地自裁。你占用这个身体太久了，毫无作为。剩下的事儿，我帮你。不然，就是你心爱的小师弟，死在我铜钱剑下，如何呀？大师兄，救我啊！大师兄。好。大师兄。大师兄。中了幻术，若是强行惊醒，会让他们经脉受损，成为废人。那怎么办呀？先找毒源吧。师兄。
将军，这是送您的，感谢您帮助我们，谢谢。好，谢谢。不客气。来，各位道长，这杯酒是敬我死去的兄弟，还有中毒的老百姓，谢谢你们。刘将军，您客气了，我们不喝酒，所以以水代酒吧。啊。这毒源，我们虽然找到了，但是敌人还没有消除，大家还是要小心一点。嗯，我们守军会拼尽全力保护老百姓。你们要有什么吩咐，就尽情告诉我。好说好说，有我们在，这都不是事儿，是吧，大师兄？玲玲，不能轻敌啊。哦。哎，我这有几张符咒送给你吧。哎，你赶紧赶紧赶紧。赶紧把你那些精灵古怪的玩意收起来啊！哎，你个忘恩负义的熊老三，刚才谁救的你？你忘了呀？忘。我，哎，我跟你俩说啊，当时的情况那真的是危急万分呐。那毒源之盛，再下也是生平罕见。那毒源足足有五根房子呢。哦。嗯。八个房子那么大。嗯。你们别笑啊！我跟你们说啊，当时我赶到的时候，大师兄他们几个人连动都动不了。尤其是玄老三，那整个人都晕眩了。你不也被炸懵了吗？那是歇一会儿，歇一会儿还吐沫子，吐沫子是二师兄自己掐自己吐的。这么高啊！哎，你怎么没吃饭啊？是不是雨轩做的饭太难吃啊？我是看见你没什么胃口。哦，果然做的太难吃。哎，你伤怎么样了？和你有什么关系？你不用关心我，我好了差不多了。和我有什么关系？你不是因为救我才受的伤吗？我就想表示一下感谢。那大可不必。你说你这个人长得挺漂亮的。光又那么高，就不能坦诚一点吗？那我坦诚地告诉你，离我远一点。口是心非，我知道。哼。哎，你个项链挺好看的。别碰我。哎呦，我有一个一模一样的，你看，是不是？我给你讲个故事吧。我不听。那我讲了。从小到大呀，我这只手经常给别人带来麻烦，只要他碰到的东西不是损坏就是失控，总之就没有什么好事发生。很小的时候就被家里人遗弃了，后来被师父捡回道观，结果天生黑气，连功法都练不成。这个玉佩是师父送给我们，连大师兄这样功法高强的人都随身佩戴。虽然我知道它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作用，但至少会让人觉得有人惦记着，所以没有什么事儿是过不去的。开心活着不挺好吗？是不是？嗯，我怎么走心了？我的父母，我只记得他们把我送上山的那天笑得很开心。至于师父，他最大的快乐应该就是看我不感情用事了吧。哇，你这个故事很完整啊。不过你比我强多了，我连我爹妈长什么样我都不知道。哎，不过话说回来，当师傅的都一个样，表面上端着，其实心底里可在乎了，嘴上不说而已。那天你对小女孩的关心，还有在祠堂救了我，不都是在乎吗？哼哼。我最后再跟你说一次，你不要拿你的故事来迎合我。你所说的那种在乎，我根本就没有体会过，也不想知道那是什么感觉。今天在你过来之前，我一切都很好，因为没有任何事情能让我变得更差。我最后想告诉你，我脖子上的吊坠是我自己送给我自己的。我们俩的故事根本就不可能一样。难道他也走心了？大师兄，
大师兄。照顾好他，你召集所有兄弟给我死守城门。是将军。都境明明已经被摧毁了，为什么又多了这么多中毒的百姓啊？我们该怎么办？据我所查，一日之内有数十女子遭掳劫，下落不明。难道这些白银法矿是因为这些小女人们？不完全是这样。你们想一想，都院虽然被我们破了，可是百姓中的诛骨之毒却反而严重了，这很有可能说明诛骨的母体依然存在。若要增强威力，则需要更多的给养。难道说被掳走的女子是为了给毒骨给养？只怕正是如此。我根据被掳走的女子发现了一些新的线索，如果我的推断没错，诛骨的母体应该是在乱葬岗。那还等什么呢？走啊！身为一城守将，我愿意协助大师铲除诛骨母体。不。刘将军，此区一行很可能是极其凶险的毒阵，无功法修为者恐很难进入。况且现在中毒的百姓躁动不安，刘将军应留守于此，保护没中毒的百姓，亦是重任啊。大师所言铭记在心，在下一定等大家回来。有劳。你们也去准备一下吧。好。云玲。此一行你就别去了，等我们回来。大师兄，虽然我的本领是看家，但是你别忘了，师父下山的时候将我们四人连成一气，同进退，共生死。况且这四象阵少了我一人也发动不起来啊。再说了，我总不能占着茅山大师的称号窝在家里当逃兵吧。大师兄，我知道你担心我，现在有这么多百姓中毒，得有多少家丁妻离子散，我实在没法袖手旁观。师父曾经说过，茅山大师的职责就是为天下的百姓排忧解难，我想这应该就是我的宿命吧。此去一行很可能就算一去不回又有何妨，四气同根，生死同在。就是这儿了，乱葬岗。那这个坟可真够乱的呀。此趟一战，青洛姑娘已经受伤，云令也控制不了自己的功法，我看不中的话你还得先回去吧。哥，我插个嘴啊。哥，
都到这儿了，下回能不能有屁走吧？嗯，嗯，云玲，准备好了吗？嗯，走。云玲，等等。怎么了？没事。走吧。青罗，青罗，青罗，青罗。我是青罗，我也不是青罗。我本名叫左和子，是东瀛的傀儡师。来此的目的就是要让江州城的百姓中毒，成为我的傀儡。不过仅凭我自身的能力是不够的，我需要你的元气丹。江州城的毒是你放的？不仅如此，就连那个冒牌道士也是被我送到茅山上去的。我料到茅山大师知道江州有难，一定鼎力相助，不过没想到茅山大师竟然会是你。那你接近我们也是故意的？当然是故意的。可是你在祠堂还救了我呀。我告诉过你，我不是为了救你，我需要你身上的元气丹。可谁知你们师兄弟元气相连，我没有办法得手。但是你自己也受伤了呀。任何事情都是有代价的，只要能让我们东瀛大军轻松踏平中原，我受点伤又算什么呢？乖乖的不要动，接下来可能有点疼。别跑，放开我。大师兄，别白费力气了，在我的夺魂阵中你们的阵法是没有用的。就算我死了，还有师兄们，还有心系天下的茅山弟子们和千千万万愿意为百姓抛头颅洒上血的将士们，他们会护好江州的百姓，誓死保卫脚下的领土，会把你们赶出中原。你们的阴谋休想得逞。不幸的是，他们最终会成为我的傀儡，被我操控，成为我们大军的先锋部队。既然你都提到他们了，那就从你的师兄们开始吧。
这次我们要面对的不是入侵的敌军，不是烧杀抢夺的坏人，而是众多的无辜百姓。他们不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不能伤害他们一分一毫。刘某，再次恳请各位兄弟，只可坚守，不可进攻。 师父，为师曾经告诉你，天生黑气并不等于你的资质低人一等，但并没有告诉你，黑气其实就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能力。那时火候未到，你的信念尚不足以驾驭，现在是时候了。
所说的信念到底是什么。只有当一个人真的失去，才明白平淡而真实的温暖有多可贵。你所说的那些温暖，不过是你懦弱的表现。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凌驾于他人之上，这才是这个世界唯一的生存法则。那是因为你的眼中充满了黑暗，所以根本无法看见光明。你只不过是被过去的不幸遭遇蒙蔽了双眼而已。我不懂什么是黑暗，我只相信自己的力量。只要足够强大，我可以拥有父母的光明，我可以拥有师父的光明。我甚至可以拥有你们每一个人的光明。你知道什么？凭什么口出狂言？
刘将军。将军。刘将军。请大师。大师。大师，自己的功力，我看不中的话，你俩先回去吧。啊，哥，我插个嘴啊，都到这儿了，下回有屁早放。哎，嗯，对不起，哥，都到这儿了，下回有屁早放。哎，啊。所感应，恐怕又有蛟化龙啊！龙府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色兮现兮，赫兮喧兮，那龙府。
秀元，你醒了。行，我看你好了。你干嘛呀？应该是我问你吧。那天你没回家，我就跑出去找你，结果你一个人倒在树林里。我去给李寡妇算账，然后回来的路上。哦，对了，我碰到一股妖风了。然后呢？然后我不记得了。哎，对了，阿福，我睡了多久啊？三天三夜啊。你知道今天出喜了吗？你怎么不早叫醒我啊？我觉得你根本就不是一个当官的料。你前面几年你怎么没考上？你记得吧？你已经考了九年了呀。之前你为了救人，自己跌落悬崖下面，结果把腿摔断了。哦，还有一次，你看到路边有个村妇被抢劫，你上去就是一个打抱不平，结果呢？啊？结果你自己被抢了。去年你可就更厉害了，隔壁老王家的铁柱不是走丢了吗？行了行了，算了算了，你要去你就去，啊，反正我看你也考不上，正好田里的庄稼也快收了，我就不陪你去了，免得你回来啊连饭都没得吃。哦，那，这是你的盘缠，就这么点了，别弄丢了啊。发誓，我今年一定要顺利进京。我要做个自私的人，任何事情都不会干扰我。啊！擦擦眼屎，赶紧上路。做个自私的人，顺利进京。老板白鹤带着他的小姨子跑路了，人家一两二两的丝绸，现在只卖三文钱，只卖三文钱了。哎，大哥，你买点啊！江南丝绸坊倒闭了，老板白鹤带着他的小姨子跑路了，人家一两二两的丝绸，现在只卖三文钱，只卖三文钱了。小朋友，少管闲事！住手！小朋友，快走！
小师妹，这是你捉到的妖。拿着。这不是我捉的，你留着吧。如此看来，你这个月又登不上捉妖榜了。我再找其他的妖呗，我要靠自己的能力登上捉妖榜，而且我不单要登上捉妖榜，我还要靠自己成为降龙大师，带上龙行簪。不用你帮我。哎，这位姑娘，你在这闹事这么捉妖，很容易误伤群众的。要不是你，我早把妖怪捉住了，好吧？要不是我，你得摔死。臭书生，蹩脚捉妖师，倒霉，怎么又碰到你了？你以为我想碰到你啊？哎，干嘛？这店有蹊跷，我呀，劝你还是别住了。这荒山野岭的，我不住这儿，我住你家呀。我，你这个人。喂，我叫三生，你叫什么呀？我不告诉你。我跟你说话呢。装修挺别致啊。老板娘，给我来间房。两位是一起的吗？不是。不是。啊，谢谢啊。这位客官，你呢？我也要一间房。发了发了，这么多妖怪，看来登上捉妖榜指日可待了。看见没？刚才那女的是捉妖师。要不咱溜吧？溜什么溜啊？没看她带着个牧师的畸形在，最低级。咱们先下手为强。一段天问路。二段地问门。三段人有路，四段鬼屋门，千年邪妖恶鬼不敢闯，一切魑魅魍魉化风尘。看你们往哪儿跑。Thank you.
下月捉妖榜更新，我一定能上榜。有事吗？啊，有事，有事。也有计较啊！老板娘，对不起，我们有眼不识泰山。都是你干的，到底怎么回事？是我干的。你给我站住！干嘛？你是不是看上我了？也是妖怪，隐藏得够深的。娘子，小娘子，修缘呀，修缘，你说你怎么能长这么丑呢？啊？
怎么在这儿啊？你没事吧？啊！你干嘛呢？师妹，你怎么在这儿？哎，师兄，我刚刚碰到了几只特别厉害的妖怪，但是打不过他们，让他们给跑了。你没事吧？嗯，没事。师兄，妖怪朝西北方向跑了，你现在去追还来得及。那好，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多谢师兄。师兄慢走哈。醒醒！喂，你绑着我干嘛？你给我松开！说，你是什么人？咱俩见过的，你忘了？想活命就说实话。我说的是实话呀，我叫修元，天台县永宁村人。今年31岁，属龙，未娶，父母已经双亡，与一书童相依为伴。不过，我志在考取功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虽然前几次都遇到一点小状况，但是今年我一定有信心一举夺魁。奇怪，你身上的妖气怎么不降？我一读书的哪有什么妖气啊？我身上有的只是书生气。走，哎哎，过来，你给我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咋了这是？地震了？你再给我仔细想一想。是我干的，但肯定不是我干的。我手无缚鸡之力，我怎么可能搞成这样子嘛？你好好回忆一下，之前都做了些什么。准备洗澡，然后刚进入浴盆，我就断片了。难道我梦游了？还不说实话！我说的是实话。等等等等，轻点，轻点！你入水到现在过了多久了？一炷香的时间。降妖盘主，大闹客栈，咱俩交手，
原来，魂魄入水就会交替。小娘子，口味挺重啊！你想玩什么呀？别费劲了，这是降妖锁，一旦捆上，你是挣脱不了的。你知道我是谁吗？我乃千山湖一霸小白龙是也。要不是我走蛟途中被人暗算，进到这废物身体里，我能被你捆住？赶紧给我松开！蛟龙，这回真的抓了一条龙，看来我这降龙大师是当定了。你现在从这个人身体里出来，要不然我就杀了你。杀我？杀了我这废物也得跟着死。来啊！你躲在人家身体里算什么？有本事出来跟我打一架！要是有黎珠的话，我早出来了，我还用你说？黎珠？黎珠可以存放我们龙族的魂魄，如果有黎珠的话，我的魂魄就可以从这废物身体里出来，进到黎珠里面，然后再把黎珠放到水里，我就可以恢复蛟龙之躯了。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渊，而立龙汉下。你知道黎珠的下落？一般人可能不太会知道。但是对于我们降妖师来说不是秘密。传说在千年前啊，第一任降龙大师深入九重之渊，降服妖龙，得到一颗黎珠，存放在镇妖阁里。真的？嗯呀，那太好了。哎，明天你就跟这废物去取黎珠，到时候咱俩再痛痛快快打一场，怎么样？好。在哪儿？我们没见过什么蛟龙，天师爷饶命，我们只看见一个很厉害的白面书生，还有一个女的捉妖师。才确实闻到了蛟龙的气息，可不知为何，这蛟龙的气息时有时无。找不到蛟龙，我便吸了你的精气，留你何用？小的一定竭尽全力去找，请主人给小的一点时间。这是散妖丹，可以驱散你身上的妖气，这样其他的降妖师便不会找你的麻烦，安心去找蛟龙。小的一定竭尽全力。
修元。啊？你还记得我刚才跟小白龙的对话吗？妖怪。啊。蛟龙。啊。黎珠。啊，对。来来来来。啊。可是他为什么上了我的身上啊？这我哪知道，你啊被蛟龙上了身，遇水则会交替，而他呢能在你身上停留一炷香的时间，你必须陪我一起去找黎珠，才能让他离开你的身体。不行，明天我还得进京赶考。必须行，今天晚上好好休息，明天跟我一起去找黎珠。小白龙，我是修远。我们在海里等你。我不是小白龙。我不应该。我不是小白龙，不是。你就是我的龙吗？我不是小白龙，我不是小白龙，我是修远。我是小白龙。你是。不是。你就是我的龙吗？我不是。知道你是修元，不用介绍了。我问你啊，你为什么跑到我身体里来？你以为我想啊？我只是那天走交途中遭人暗算，正好看到你在附近，所以就废物利用一下。行了，别生气了，已经都这样了，你就当帮帮忙吧。啊，对了，我刚刚做了一个梦，梦到一个人。那人不是人，是你娘。你娘才不是人呢。你娘她说她在海里等着你团聚呢。要是那天我走交成功的话，我现在已经跟我娘团聚了。不是，你也真是的，你不好好跟着那女人去取黎珠，你瞎跑什么呀？我告诉你啊，我可答应过我娘，一定要走交成龙的。我也答应过我娘，一定要顺利进京赶考的。我告诉你啊，我在你身体里多待一天，你就多一天危险，你明白吗？你是科考重要还是命重要啊？当然科考重要，我考了快十年了，今年我一定要顺利进京赶考，我一定要做个自私的人，任何事情都不能干扰我。再见。哎，兄弟子，你给我回来！任何事情都不能干扰我。救援。
把身上的钱拿出来。大哥，我就是一穷书生，哪有什么钱呀？没钱。大哥，你是在给我暗示什么吗？暗示个屁！暗示，把包袱拿过来。哦，拿过来，老实点。大哥，就几枚铜钱。大哥，这啥也没有啊。你说你好歹也像个读书人，怎么能比我们还穷啊？大哥，我今天着急赶路，要不你看这样行不行？我把你们的联系方式给留下来，等我高中状元，我一定回来资助你们的事业，行不行？我去！哎，大哥，大哥，大哥，就你还想考状元？过也，人皆见之；耕也，人皆养之。哟，孔老夫子的话我知道。啊！往者不可见，来者犹可追啊！我跟你们翻译一下：过去的事儿不可挽回了，将来的事儿还来得及改正。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说，我们过去穷是不可挽回了，但是将来通过努力，我们会变富，知道吗？哦，哎，这是在激励我们呢，激励我们在强盗的路上好好干呐！哦，加油！你们孺子不可教也！哎，我去！哎呀！哎，我是你们逼我的。逼你怎么了？逼你怎么了？逼你！你们给我等着！是不是疯了？这自暴自弃的，我还是第一次见。大哥，哎，可能他不知道，你们老大我，也熟读《论语》啊！啊！怎么回事？那小子跑哪儿去了？人呢？在你身后。老大！
大侠，饶命啊！孔子他老人家还说了，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吧！蛟龙附身，你现在杀了他，等于杀了无辜的同类。可是他一会儿是人，一会儿是妖，这妖法力高强，留着他是个祸害。忍着点啊！这不是你那个降妖锁吗？嗨，换了。啊啊！疼！啊！好了，这就好了。嗯。你太草率了吧？为什么跑啊？我答应过我娘，今年一定要顺利进京赶考。就你这样的，碰上我师兄那样的主要师，岂不是分分钟丢了性命？身为主要师，连人的死活都不管，他跟妖有什么区别？尹平之师兄常年占据捉妖榜第一的位置，但师尊始终不认可他，说他还不够资格成为降龙大师。现在看来，为了带上龙行簪，什么都不管了。你怎么了？怕了？不是，我之前做了一个梦，我梦到小白龙的母亲一直在海里等着跟他团聚，所以我下定决心了，我这次一定要帮小白龙。那你科举怎么办啊？科举明年还有，我大不了再考一年呗。但是如果我不帮小白龙的话，他就跟家人永别了。你还真是个烂好人。行吧，以后跟着我，我会保护你的啊。妖魂，奶奶。手往哪儿放呢？这蛤蟆把你吓成这样！啊，我伤口又裂开了。我看看，去镇妖阁之前呢，我们还需要一样东西。什么呀？虎形牌。想要拿到黎珠，就要进入镇妖阁最顶层的密室。但是只有捉妖榜前十的捉妖师，才有进入密室的虎形牌。那你排第几啊？阿姨，反正我没有了。那咱们怎么进去啊？偷。啊？我有个师兄叫白鹤，排名捉妖榜第五。我觉得他好像有点喜欢我，到时候我去吸引他的注意力，你去偷。嗯。
我连老婆都没有，哪来的什么小姨子？而且我白鹤的布，怎么可能只卖三文钱？哼！再说了，在我心中，女神只有一位，那就是我的萧师兄。师妹。哎，那个，我们今天打烊了啊！你们先走吧。不怎么办呀？啊！走走走，没有哎，我这走。谢谢大家，就这样，就这样啊！师妹。啊。这位长相如此丑陋的书生是？啊哦，他是我新收的徒弟，哎，什么都不会，不用理他。哦哦。哎哎，师兄啊。你最近有什么新发明吗？虽然多日不见，但是我对你的奇思妙想风流倜傥一直念念不忘。真的？嗯，你要这么说我还真没法跟你犟。来来来，师妹，哎，今天师兄特别开心，送你几样新研发的宝贝，不要太崇拜我。这个是我最新研发的降妖三件套，降妖碗、降妖筷、降妖勺，你可以在吃饭的时候唰出其不意，直接把桌上的妖怪就给抓了。但是师兄啊，这个怎么用啊？扔啊，扔。哎哎，走，送给你了，回家再扔，我这还有一个东西啊。啊。师妹。哎。师妹，你看，啊，最新款的降妖枪，它这里面可以喷射出降妖啊，直接就把妖怪罩住。我给你试一下。哎哎哎！哎，师兄，你觉得我美吗？明知故问。那你觉得我聪明吗？还古问？那我怎么登不了主妖榜？这样。以后咱们两个一起捉妖，我捉的就是你捉的，怎么样？师兄，快走啊！师妹，师妹，把我令牌还给我！啊！跑了这么远，应该不会追上来了吧？哎，对了，你那个白鹤师兄他不会有事吧？嗨，没事儿，顶多饿一个晚上。明天应该会有人把他放出来的。那就好，走吧。哎，等一下，我送你个东西。这，你从我师兄那顺来的？不是，我花钱买的。主人，蛟龙的气息再也没有出现过。哼，他们又不傻，那条蛟龙不会再出现了。三生不舍得杀那小子，而那条蛟龙又不肯出来，你想想，他们会去哪儿？肯定是最安全的地方。哼，不对。
一定是最危险的地方。镇妖阁。镇妖阁里都是降妖师，三师会带他去那儿。他们一定会去镇妖阁寻找黎珠。黎珠是龙族的秘宝。相传，黎珠可以承载龙族的魂魄。三生是想让那条蛟龙的魂魄出来，进入黎珠。 而黎珠就在镇妖阁，我们就来个瓮中捉鳖。那儿就是镇妖阁，走。 排名第三，成绩不错，继续努力。谨遵师尊教诲。干嘛呢？走。镇妖阁的一层是降妖师的议事厅，师尊每天都会在这里更新捉妖宝。哟，三生啊，这次抓到什么妖了？蚊子妖还是蟑螂妖啊？ 我这次什么妖怪都没有捉到，没有师兄厉害。哎，这位兄弟有点陌生啊，我没见过。他是我新认识的捉妖师，我带他来镇妖阁登记。哼，三生都开始收徒弟了。师兄，我就是帮忙的。这些都是历代降龙大师的战利品，你看，这个是千年紫狐的法器，那个是雪瑶的寒铁锤。哎，我相信有一天你的战利品也会摆放到这儿。那是必须的。哎，对了，黎珠在哪儿？哦，在这儿。 哇。
恭喜你登上捉妖榜第三名。区区第三，何足挂齿？师兄，我有话想对你说。我其实……对不起。在我未成为降龙大师之前，儿女情长我是不会碰的，请师妹自重。迟早有一天，我也会成为降龙大师的。早晚会在这里摆上属于我的战利品。加油！你是谁？我说我是个读书的女仙吗？Thank you.
废物。小白龙，这里有个水缸。身体里面出来啊！着什么急？三步生身，八境一命，五尽招数，翻山环岭，三文素质，七魄机灵，从容如有，分明唤醒。水里。交出来！我不，那你就去死吧！灵芝，他现在已经是普通人了，没有必要下杀手。你是一个被抛弃的孤儿，在你三岁的时候，我把你捡回来，培养你成为捉妖师，一点点看着你长大，看着你成为捉妖榜第一。我不希望你……别说了，我把你当父亲，你为什么处处与我作对？十年了，我抓了那么多的妖怪，我为什么不能当降龙大师？我早就发现你心术不正，要想成为降龙大师，必须要抛弃自我，为善为公。你吸取妖怪的精气，提高自己的法力，已经走火入魔。别废话了，今天你们都得死！
别的办法没有啊？只有一种办法，可能还有反败为胜的机会。什么办法？你吞下李柱，会拥有我的力量，我会消失，再也无法变回原形入海成龙，而你也会失去所有的记忆，不过会拥有我的法力。真正的降龙大师，凭什么你是降龙大师，我才是降龙大师？
修缘。小白龙，和你说话呢，你没听到吗？施主唤我何事啊？你是修元还是小白龙？我谁都不是。那你是谁？我是降龙大师。您的面。哎，上次跟您一起那个书生怎么没过来啊？他不在。啊，你慢用。把这个还给三生吧。你真不记得了？那怎么还记得我？你谁呀？你不记得我？我这么跟你说吧，其实啊，你遇到我之前那叫一个惨不忍睹。我告诉你，你遇到我之后呢，我对你是恩重如山。你怎么走那么快？你，我话没说完。大仙，你帮我看一下，我能否高中状元？手啊！哦，眼含播种，穷费力；念珠一尺，难求丈。公子，你不能高中啊！依老夫所见，一派胡言。哎，公子，你为人聪俊，虽机缘不在功名，但志在。什么样？说呀！说呀！说呀！天机不可泄露啊！不是，不准在长天之前隐灭，风危险，眷恋撒酒垂浓烟，几滴在苍波之中被浅，谁尽全泪痕覆本墙明月，谁知雪花对天在长天之
谁知雪花对